持名念佛，如得离四业心，是否可谓呀、啊、密宗之显修？显密是一个道理，显密不分家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一生当中，念佛要能得离心，大概做不到；得事业心，可能也做不到。事业心是阿罗汉呐、啊，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很多。事业心是什么呢？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执着断掉了。你去想这个事情，不是容易事啊。那是四义心的 啊，我们这一生真正可以能做得到的是功夫成片，待业往生。啊，这是真正能办得到。啊，所以教理要清楚。啊，为什么要读经？为什么要听经？断疑生信呐、啊，我们疑问疑虑很多啊，就要听经了。如果真的没有疑惑了，经就不要听了，一心念佛就好啊。啊，我们这个疑虑太多，不用经教啊，你就没有办法。断疑，啊，疑不断，信心不能坚定，啊，所以这个学教理，对我们这些根性的人说，目的就是断疑生信，啊，这个道理啊要懂。